秦明了，给我点水，谢谢。来来，你身边的郭小姐呢？这些政府的人把我们这些家长当暴力分子打喷辣椒水，这就是政府，赶快发到群里面，你们看一下政府的作为，我们给孩子维权被他们打。大家抓我们家长来喽，不得抓坏人，抓我们家长干啥子嘞？站住！站住！录下了，站住！警察要站住！要打人了！警察打人了！打人了！别打人了！别打人了！警察！不要走！来。我们市委书记和市长都做了重要批示。我们的局长是吧？我想请问一下，我们有家长在外面光华大道被警察带走了，然后有家长被打了，是什么回事？看一下，看一下，肉夹馍哈，肉夹馍，这就肉夹馍，啥肉夹馍？看一下，看一下。你们看一下这个冻的牛肉饼已经发霉了哈。咋个吃？哎，娃娃的排骨，闻了都是臭的呀！你们说那个是啥作用？真的呀，站到这儿眼泪花不停的就想流，太他妈的就痛苦了。大家看哈，这就是成都光华七中实验学校给娃娃吃的米，看，不沾泥，看清楚没有？看，不知道这是给我拿来给娃娃做什么用的，反正是给娃娃吃的，看，大家看到没有？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但是我看到很大，我不晓得。你转移走的目的是啥子？我们那里面有没有超期的豆腐皮？有没有过期的食品？是不是？还有没有违禁的食品？我们作为家长不晓得，我们一定要把这些情况搞清楚。你们平时伙食是不是好不好嘛？苹果手机那个华为还可以，华为。平时的伙食啊，不是说嗯，不得行，我在学校基本不想吃饭的那种，你特别硬，真比他们好硬哦。今天那么晚都是不怕冷，怕冷，其实不怕冷，依然是僵尸肉，你想吃吗？僵尸肉啊？对，快点把它丢掉。昨天晚上的时候，昨天晚上7点钟的时候就已经把所有东西给吃了。昨天晚上的时候就已经有家长过来。就已经过来了，学校分了三车，7点钟全部被围，中学食堂的2车运出去了，等到小学部的1车就被堵住了。嗯，然后里面稀饭里面就藏了很多腐肉。对，稀饭里面还有腐肉。对，我们平常吃的八宝粥，我们平常吃的八宝粥用手一搓全都是颜料。平时的八宝粥啊？对。然后还有就是那些牛肉都是用那个猪肉加那个牛肉粉混的，不是真的牛肉。哎呀，平时你们要。你一定要跟我们讲，知道吗？有些时候呢，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不小心把油滴在了袖子上嘛，我闻了一下，那个油都是臭的。不是，对，那米饭完全是硬的。哦，米饭你就是今天的饭的，今天的饭的难吃。今天吃的饭和前几天吃的饭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很软。对，今天吃量米饭就嚼就出来，以前是嚼半天都嚼不出来。对，嚼半天都不好。而且还有些时候吃到蜗牛，吃到那个什么，拍的那个什么那刚刚拿出来的那个还没有撕掉的那个保质期那些的，还有虫子飞进去。还有一点，请大家跟我一样的，喊上了站到上面的请下来，要注意安全啊。
所以说我说我们刚才今天就我们现在我组织东安的已经把这个食品管理的这个洪振堂、吴盼、陈万生这个控制了，我们下来以后马上就跟进调查啊，希望我们尽快的查到一些原因出来啊。好，这个各位啊，尊敬家长，我们下一步呢，马上对我们现在这个食品啊进行封城，由我们的这个市场监管局进行封城，然后请我们的家长代表，热心的这个家长代表啊，和我们一起进行现场封城，进行现场的这个样品，不可能全部拿去收，你们说带抽哪袋去检查，我们就抽哪袋去检查，在上边啊，在上边可以，可以啊，可以进行检查，到时候马上就给我们走。就是这个对于食品安全这个事情啊，我们居委会很重视。这个不检查出来的时间三天为准啊。低化指标，我想我们家长些啊，应该说是哈、啊，都是有这个文化的。他这个如果是现场的指标、发霉的指标，对不对？我们赶快看得出来的，赶快看得出来的，现场就进。看管看不出来的肯定要听过我们的这个科学的检验，对不对？这是一条啊，对，转去走的，他是可以溯源的，都所有都有监控的，知不知道？还有第三点，我们所有的这个样品进货单，他这个地方啊都是有线上上面的东西。把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马上就送钱，卫生部啊，这个就检验。家长，等我们这个景区那说完嘛，哈，好不好？再来冷静点说完嘛。哎，各位家长，再冷静去说完嘛。大家听到没？说完哈。对于这个有这个违法行为的，刚才我们陶局长跟你说了，进行这个传唤啊，对这个承包这个适当的承包者和这个送货商都要进行查办啊。谢谢，请我们周局长哈，跟大家来做交代。各位家长朋友，请大家先冷静一下。我是任江区政府增管教育的副区长，我叫周华。这个我跟大家说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因为今天大家的这个诉求要求都比较多，我们教育局请大家先听一下。我们教育局已经成立了专班，专门收集。这样嘛，大家先听我们说来嘛。我们教育局已经成立了专班，逐一的收集大家的诉求，一天之内跟大家进行回复。线上办公，收集大家的诉求，然后逐一回复大家。第二，目前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到底哪个负责人来解决？一次警察只是来维护治安的，你解决不了我们娃娃受到威胁、恶劣、过失、偏心、视频的问题。但是你要给我时间，给你打平台，不是你叫领导出来。你跟我说好多时间？啊，五分钟还是十分钟？这个我跟你说，我现在就当着你的面，对不对？打电话协调这个事情。五分钟还是十分钟？你先说一下一个问题，第一，你今天不被请，你在休息。其实你今天不应该出现的。
喊北秦的警察。你还我再提醒你，不要听我在你表面。我没听你哈。好，这个是我不对，我跟你说清楚。如果实在是，你听我讲，我作为派出所长，他任何事我下去的事，我都责无旁贷。你实在现场。你先清楚，你现在这样子把我们的广大的家长维护住娃娃的正当权益，把我们阻挡在外，哈，你是在为虎作伥，哈，你是不作为，你相当不作为，对不对？你相当不作为。如果你说你做不到主，我们大家都听你的，哈，你如果是做不到主，就请你闪开。我告诉你，家长，好不好？这个地方现在大家情绪这么激动，这是我的岗位，没得问题。我会闪开，但是我会秀你的解决问题来。你听清楚，好，所长先说。先把他们抓起来再说。我们所有的家长，违反国法、违反法律的，该抓抓。好，这不是你所管辖的范围，我们自身违反了法律，该把我们弄进关监狱，我们让，你晓得不？我们现在为止是来寻求校方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决方式，为啥子出现这种情况，好不好？如果你说你能够代表他们监狱，那么现在你不能。你看嘛，那就是灰不溜哥一样心理老板娘，还有一群警察还在保护着，生怕他们受伤害。我们受害者还在这儿地方，没得人保护。家长担心的娃娃前面的和后面的健康问题，集团也做出承诺，对每位孩子购买及重大疾病保险。当然，如果是家长觉得这一个还有什么问题啊，第四一个，对原来我们的承包方，现在已经全部视频封城过后把它解聘了，我们现在就是在。哎，家长，现在是让你。你说啥子？你说啥子？你出言出去的是大喇叭，前面出去坐的出来走，大喇叭开去，那大家就解决不了问题。你这个是啥问题？要影响这个生意吗？才从医院出来的，这在上周星期四，老师说娃娃胸口门拿了我接走，我的那个医院的所有一套都在医院该检查，这是做的24小时心电图，因为查出娃娃不咳嗽、不发烧，没得任何症状，然后所有啥子症状，然后该查血所有检查的娃娃都检查完，医生没给个准确的答复，今天才把24小时，今天早上24小时的心电图取了的，取了之后。今天早上10点我才送娃娃到学校来，今天下午我就发现这个情况，群里面我当时在家里哭了一场，真的那种心情，我的娃娃前年子7月份的重庆儿童医院去，我女儿在这儿读了6年，初一之后转走了，现在在另外一个学校，每一周班上的那个班主任还有生活老师都可以作证，每一周都在流鼻血，你们可以，我不说假话。然后还有我的儿现在都读4年级了，读4年级，然后我的娃娃两个娃娃前年在重庆儿童医院，我现在所有医疗资料都在家里，学校是全部复制，不也是全部复制出来的，我的娃娃是不长个子，生长激素偏低，缺乏营养，所有资料都在，不怕你们教育局任何来查，我的资料现在我是从医院全部整套，重庆儿童医院权威的大家都晓得，全国3家最好的儿童医院，包括重庆儿童医院都在，我是深受其害的，但在我两个娃娃绝对是深受其害的，你们都是孩子的爸爸妈妈，你们能不能体谅我作为当妈妈的心情，难道我生儿育女就是为了让你学校来沾那些罪吗？啊，我的女儿在你那读了6年，我儿子读了10年，我女儿初一才转走的，我只想给我一个公道，真的，我的娃娃所有都
东西都摆在这里面，今天早上去我还没有办理出院手续，说的好我明早上去办理出院手续，我希望领导你们给一个，给我们家长一个真的，你们所要的证据我就是证据，我的娃娃就是证据，我的娃娃检查不出来住了五天院，医院没给个答复，问了一句是你娃娃还有啥子用，我只是有个鼻炎过敏，其他没得任何症状，他那就有可能是鼻炎过敏引起嘛，那不可能，隔一段时间娃娃就在学校发吐，我妈妈都过来接过几次发吐，长溃疡，长在学校回来长溃疡，长了之后又长溃疡，长溃疡，我的娃娃没长回来，家里治好了，治了两天溃疡，好了隔一段时间回来嘴里又长溃疡，现在我娃娃嘴里都有溃疡，我可以把它拔下来让你们家长看一下。我希望学校给个说法，领导们给个说法。我们也是，我们娃也是。作为家长来说，看到这样的对立发迹的学校，我们首先要把孩子接回去，我们要让七中变成一座空校，让七中变成家长的学校，我们家长来静坐，把孩子带回去，给孩子一个安全的环境，然后剩下的工作由我们家长来给孩子讨论说法，好不好？好。所以说，我们所有的家长，我们所有的家长都要齐心协力的去把这个事情搞定。我不害怕坐牢，我也不害怕违法，因为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母亲来说，我最应该做的就是看着我儿子的健康和安全。所以说，我不害怕。健康和安全。所以说我们每一个家长绝不妥协，我们坚持。